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在台北、上海双城论坛中的两岸一家亲等一席话热议，日前接受广播专访时特地为此向因这句话感到不高兴的民众道歉，引起政坛议论。对此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表示，他认为柯文哲认真做自己就好。对于侯友宜这番言论，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批，新北干话王。据 ETtoday 新闻云报道，对于柯文哲的道歉风波，侯友宜认为柯文哲相当辛苦，讲这样也不对，讲那样也不对，他觉得柯文哲认真做自己比较重要。对于侯友宜的回应，林俊宪不满地在脸书表示，认真做自己最重要，所以忽绿忽蓝，并批侯友宜这是缺乏理想，没有信念，是只在乎利己。新北干话王侯友宜新登场。